悬疑问答，请师父能教我们一些禅定的方法，能让自己的心能更快的静下来，感恩师父。禅定的方法实际上竖膝关，就是数自己的呼吸。还有嘛，就是要懂得一种叫不净观。这世界是不干净的，人不干净的。如果有这种男女的想法在心里，就要想到干净的皮啊、肉啊、肮脏的地方啊、臭啊，听得懂吗？再漂亮的女孩子，你看看她的鼻孔，你看里边多脏啊！你想想看，她耳朵里边耳屎啊、眼屎啊，对不对啊？嘴巴一张臭得不得了。再漂亮的帅哥，你想想看，你说这个鼻子里啊、口腔里边都脏啊。对不对啊？鼻屎啊、耳屎啊，叫不净观呀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去好色了呀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只不过穿件衣服而已啊。跟动物、人跟动物唯一不一样嘛，就是动物不穿衣服，人穿衣服呀。如果你穿的衣服做的动物的事情，你不就是个兽类吗？畜生吗？对不对啊？对。好了。好，感恩师父。